正父老乡亲们，晚辈谭振刚在这里要感谢你们今天来参加我和古静雯的婚礼。20年前的今天，我因为众所周知的一场祸事，离开了家乡，没有机会向乡亲们告别。20年后，我终于又回到了这里，却又要隐姓埋名，始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所以也就没有机会和乡亲们叙旧交心。 直到今天，我觉得终于是时候可以跟乡亲们把过去的事情梳理交代一下了，把未解的谜团解开，把未了的恩怨了结，然后放下一切，与我挚爱的新娘古静雯在我新建的碉楼里开始新的生活。静雯，你是我的新娘，我应该在这之前征得你的同意，但是我相信你不会介意。 我要在婚礼上先祭祀我的阿爸阿妈，还有我已故的族人。有请谭家长辈亲人。 黄老板，很久不见，你真会装神弄鬼呀！你，快点，快点，老实点，动作都快点，我还要赶回去参加我妹妹的婚礼呢。这个谭振刚真会挑日子，我们出师大捷，哼，好彩头，我鸿运当头，老天爷都拦不住。 走吧，大刀，走，上祭品。阿南，古老板，别愣在那儿了，快上来，凑齐了。 黄泉路上有你作伴，我杨三傻不寂寞呀！振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阿南是自己家的人，为什么要绑他？是啊，振刚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古小姐，你不要着急，让我们这些老相识好好的叙叙旧。静雯，你只要好好看着就行。 郭伯父，您不会觉得奇怪吧？古庭轩，你就别在那儿摆谱了。你想不到会有今天吧？啊，大家伙忙了这么多节日，就是为了跟你送行的。快点告别大家，上路吧！啊！振刚，你煞费苦心安排的所有事情，可以告诉我们。 让我好配合你的演出吗？很简单，我就是想知道当年谭家被灭门的真相。凶手、证人、
全在这儿，你还要知道什么？我想听你亲口说。你要从哪儿听起呢？古庭轩，你不要在这给我装了。那你就说一说，当年我运的那批货，你怎么知道那里边是黄金？你怎么又知道？ 谭老爷家有地下金库，你再说说，你是怎么收买杨三杀，混进了谭家的碉楼，学起了谭家？我没有让他血洗谭家，是这个人自己丧尽天良，我只是雇他去拿货。什么货这么重要？你又为什么不亲口去问我阿爸要，却要偏偏去雇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？ 药品，药品，什么药品？是做戒烟丸的，吗啡药。我阿爸去世的时候，留给我的人际堂，已经是个空壳子了。祖传的药方卖的卖，丢的丢。 我接过来的时候，除了债务亏空，没有别的。为了养家糊口，我选择了一条捷径，就是做戒烟丸。我用吗啡做成戒烟丸，卖给想戒烟的人。大烟戒断了，又会对吗啡上瘾。我的戒烟药就可以源源不绝地卖出去。 后来官府发现了这个弊端，禁止买卖吗啡。我当时进了一大批货，从码头上运过来。本想发最后一笔横财就收手，哼，谁知道在码头却跟你们谭家弄串了货。你说的是当年在码头我们两家伙计打架的事儿？对。 怪不得我在谭家的密室里看到了贴有你们谷家封条的箱子，我还纳闷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呢。哼，谭老爷一直对贩卖毒品是深恶痛绝的，加上我们两家水火不相容的关系，我害怕谭老爷会向官府告发我，因为运马飞那可是 要掉脑袋的死罪，所以我就花钱雇了这个杨三杀，让他帮我抢回装有吗啡的箱子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杨三杀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。杨三杀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要陷我不仁不义？三爷，我见着血就高兴。 看到人头落地就舒服。你当年去找我，不会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吧？啊？你以为我会拿着你的那点钱去找谭老爷要回你的吗啡吗？啊？杨三少，你这么多年一直躲在暗处，看着我提心吊胆、如履薄冰，为什么从来没有揭穿我？ 你是拿我当猴耍是吗？我不是不想揭穿你，而是被萧金枝那个臭女人给害惨了。当年
他告诉我，谭家地下有革命党捐建的金库。他说，只要我攻进谭家，帮他教训谭静斋，他就给我开门指路。我进去之后，没想到他根本就不知道金库在哪儿。老子费了半天的劲，却被一个臭女人给耍了。山上的弟兄们没有拿到金子，以为是我起了私心，把那个金子给独吞了，就追着我拼命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金蝉脱壳，隐姓埋名。后来在这赤坎镇上花钱盘下了一座酒店，当起了老板。为了不暴露身份而丢了性命，也只好让你在那儿逍遥自得了。你们不是很奇怪铁头怎么会用我当年的面具吗？这不过是我玩的瞒天过海的小把戏。黄鸿儒当年侥幸逃过一劫，又从海外发了财回来，老子气不过，就把面具藏到了皇家祠堂，栽赃陷害他，也让你们记住当年我杨三杀的威风。可没想到，这东西落到铁头手里，上演了一场好戏。这真是天意呢！啊，天意呀！古廷轩，在人证面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杨三杀，你血口喷人！任刚，姑爷，他杨三杀为了保命，他是胡说八道的。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说的是真的？证据就是当年你们谷家拿错的那批货。当年我阿爸在国外订了一批石膏像，而你拿错的那批货里的石膏像里面就有证据。静雯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静雯，这个石膏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阿爸，摆在我房间的那石膏像是不是你买的？不是，是当年拿错的那批货，我看着很好看，所以放在家里。那你知不知道里面有黄金啊？静雯，怪不得你这阵子有点奇怪。振刚，我阿爸不是故意的，他不知道杨三杀会赶尽杀绝，你原谅他吧，好吗？谭振刚，你还等着吗？给我来个痛快的！但请你放了我家老爷，我愿意替我家老爷去死。谁欠的债就谁偿还，你就用自己的命去偿还死去的人吧。他当年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不过是你们谷家养的一条恶犬。他是我们谷家忠心耿耿的一个仆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死有余辜。振刚，你放过阿爸吧，我愿意替他赎罪。谭少爷，耳根子千万别太软呐。我当年就是听信了女人的话，才落到今天的下场。前车之鉴呐，前车之鉴呐。杨三杀，你灭我全家，你今天必死。振刚，振刚，我求你放过阿爸，我愿意替他去死。哼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谭少爷，您这冤屈我们都十分的了解，可是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要不您这次就放他一马，万事好商量嘛。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，岂能对得起我谭家至今还在哭泣的冤魂？为了天理，为了公平，为了正义，
为了今后我生活的心安理得，这一枪我必须开。振刚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放过我阿爸吧。都别说了，我有今天也是罪有应得的。我只希望你今生今世善待静雯。 这一枪，算是给了我谭家人一个交代。就让仇恨在这里彻底的结束吧。老爷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谢谢你，振刚，谢谢你的宽宏大量。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慢点！信姑爷，我们古谭两家斗了20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你们谭家。现在。 谭家的列祖列宗，我谭振刚承蒙你们在天之灵的保佑，终于为谭家报仇雪恨。我也希望一切仇恨从今天起就此结束。今后也请列祖列宗保佑我，能过上一个平凡而安宁的生活，没有痛苦，没有仇恨，没有绝望，只有爱。 进去！哎。
把枪放下，顾一德，事情不是你看到的这样，你大昏之，我阿爸死在你面前，你还用解释吗？顾少爷，杀人凶手不是的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跟郑刚毫无关系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不是的。顾一德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我阿妈放开，这件事情跟他没关系。行，放开他可以，拿你自己的命来换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，他儿子卢长胜是共产党，你是他干儿子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，你们都脱不了干系。不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，不是事实，你放开。顾一德，郑刚，我跟你走。郑刚，把他铐上。郑刚，不能。 喂，您好，请帮我接一下开平的巴黎大酒店。哎，卢太太，您这是？我是来投案的。投案？您犯什么法了？那又看古一德怎么讲了。哎呀，伯母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疼吗？古一德，你把谭振刚放了。卢长胜是我的儿子。 如果他是共产党，我是他妈，你要是株连九族，那就抓我，跟谭振刚毫无关系。谭振刚姓谭，哎，现在是民国，讲究人权和民主，怎么能株连九族呢？卢长胜一定有同党，但绝不是您。您看，像您这种雍容华贵、养尊处优的太太，您是会开枪放炮啊？ 还是会通风报信儿啊？他同党就是谭振刚。你这是欲加之罪，莫须有的罪名。不是莫须有，是一定有。啊，您回家享清福去。啊，你把谭振刚放了。走，出去！强盗，不要紧，你们这些强盗！出来！强盗，你们强盗！哎呀，您到底还是来了。这洪秀也是，怎么能让您一个人过来呢？ 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咱们回去吧，咱们跟他们说不处理了。夫人，走吧。呸！喂，你好，请帮我接一下开平的张景辉西医馆。你好，哪位？请问张景辉大夫在吗？你是哪里的？ 我家里有病人生了重病，希望他能过来看一下，请他在哪儿？喂，哎，您好，请问张景辉大夫在吗？哦，他不在。哎，您是谁呀？我家里有病人生了重病，希望他能过来看一下，请他在哪儿？哎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回头转告给他。我在巴黎大酒店607房间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到前台找阿吉。 巴黎大酒店607，前台找阿吉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阿吉在警察局，巴黎大酒店没有人。啊，喂，喂，您是巴黎大酒店吗？喂，喂。忘了。哎呀，慢着，你看回去又能怎么样啊？咱们都手无寸铁的，到头来还是得让人宰割，是不是？不。 不行，不能就这么回去。夫人，不能回去啊！不仅帮不上振刚少爷的忙，还让他为您揪心呢。夫人，走吧。这长胜，长胜在哪儿呢？你快来！
来呀，帮帮妈妈，帮帮振刚吧，帮帮振刚吧。夫人。喂，你好，请帮我接开平赤坎镇的卢公馆。喂，禀哥吗？唐胜，出事了。他两个和小六子，还有张大夫他们，被古一德带人抓走了。真的吗？是的，古庭轩自杀了，古一德这回肯定不会放过谭能刚，快想办法吧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办完了。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，小六他们没事吧？小六他们被抓了。什么？那大少爷呢？大少爷不是说了他会保护小六他们吗？振刚也被抓了。刚才我打电话回家里，炳哥跟我说，阿吉、小六还有张大夫都被古一德抓了。古一德还用阿妈来威胁振刚，把他当成共产党抓走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？美国，我必须回去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振刚他救了我们那么多同志，现在他又为了阿妈被顾宇德抓了，一定凶多吉少。你听我说，我不可能不管他，我要回去救他。可是。船就要开了，我知道。放心，你等我。就算我赶不上这班船，我一定会坐下班船去找你的。路上有同志们照顾你，不用担心的。可是，美国，你忘了吗？我说过的，我一定会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。我舍不得死的。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，我和孩子都等着你。这一鞭子是替我阿爸打的，这一鞭子是替我妹妹打的，你要是不想受更多的皮肉之苦，就告诉我谭家的金库在哪儿。你的心情平复得够快的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就是哭得死去活来，我阿爸也活不过来。活出个人样来，才是对我阿爸最大的安慰。你是打算好模好样的说呢，还是等走完全部程序再招啊？你什么时候背叛自己的组织的？我是。我那是弃暗投明，好吗？我才不糊涂呢。你最好也识点实物。哼，我是个商人，不懂政治。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，黄金才是命根子。好，那我先回去料理一下我阿爸的后事，给你时间再考虑考虑。是要命呢，还是要命根子？
老爷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一走了之，谁也不欠。可你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要我们怎么活呀？妈。都是你，你为什么要去招惹那个谭振刚？是你害死了你爸，是你害死了你爸。妈，对不起，你爸是我的天，是我们顾家的天，顾家的天。有我古一德在，古家的天就塌不下来。把眼泪和力气留着点，明天出殡用得上。什么明天？哥，为什么是明天？爸才刚去世，再怎么说也要在家停留几天呀。我找风水师测过了，明天是除了清明和十月初一之外，唯一适合阴宅破土、迁坟合葬的日子。要是错过了明天，就得等到明年的清明了。我可不想让爸刚安葬下去，明年又折腾他。阴宅破土、迁坟合葬，我要让我爸和我妈合葬在一起。就是明天，老爷说，百年以后，我跟他是葬在一起的。您还有脸说呢？难道我爸不是被你们母女俩牵连害死的吗？我不追究你的责任就不错了，不要得寸进尺，啊。早点休息。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想隐瞒我到什么时候？长胜和美姑到底去哪儿了？他们在省城，封号呢。他们为什么不回来？他们是不是出事了？没有，长胜和美姑啊，现在都很好。他们说最近都很忙，说忙完这一阵啊，就回来看您。古一德说的是真的吗？长胜是共产党，是吗？古一德这小子满嘴喷粪，胡说八道，他这是诬陷。长胜是不是死了？没有，夫人，您就别胡思乱想了。长胜少爷现在活着好好的呢。叫他马上回来见我，不然的话，他再也见不到他的阿妈，再也见不到。阿妈，我回来了。长胜，阿妈，你就吃点东西吧。阿妈一点都不饿，都一天了，你连口水都没喝。你看你这脸色。我脸色怎么了？很难看吗？快，让我看看。静雯，你把你的粉和口红让妈用用。阿妈，哦，我忘了，你的东西都搬到碉楼里去了。那就算了吧。
等着，我去找小樱桃拿啊。静雯，妈好看吗？好看。这样挺好的。我累了，想睡了。阿妈，这有粥，晚上起来的时候喝点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我知道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姐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也回去睡了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回去吧。小姐，你有没有觉得夫人今天有点怪怪的？你看看大少爷今天对她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以后夫人在谷家的日子恐怕不好过呢。别胡思乱想了。阿妈是伤心过度，有点反常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你早点睡吧，我走了。的说，不让我跟你在一起。你说，我能同意吗？